Hello， 各位，现在呢大概是凌晨4:15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要准备出发我们的清水断崖的独木舟。我们现在已经全备武装了。这个救生衣其实它有很多口袋，这个是口袋，这个也是口袋，这个是最大的口袋，拿一个奖哦。耶，可是明白。武装我们待会就是只要一个人没有很认真的滑，我们就前进不了了。前进不了没关系啊，慢慢开啊。然后我要跟各位说，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个瞬间，台湾最美的日出就在今天。可是这个日出不是随便可以看到，必须我们滑出去给你看。要走了，我们要走了。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就是抬头仰望着天空，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星星。分享一下星星的前20亮星座，那我就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天啊，我狼们二，祝你大家5乘2次就是4次就是男二30为1马，不一年来星宿必须要5乘1倍。你觉得公三回？然后先跟各位讲哦，你自己的 partner 自己选好，大海上不要怪他， OK， 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对自己的选择做出负责。我等一下不会怪你的，我会呵护你，可以吗？为什么后面的很重要？好，现在的阶段是我们要选船，来金姐一用哎啦，然后金姐叫保时姐，谢谢。选船重要哦，虽然说人也重要。刚刚教练已经说了，坐后面滑的那个是掌控的方向跟速度的。就是我啦。好的，我拖好了，你来，来来来，你拖。会不会被撸回来？会不会等一下我们会被撸回来？好，加油！还能上，还能上。好了，来哦，准备哦，给他倒摆哦，不是给他倒摆，滚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，我整个人受不了。不是，我整个人往后躺是怎样？我是不是不会滑？没有，你要换方向，你要去教练那。哎，哥哥，你要往右边，右边。哎，我已经换右边了。我要配合你的那个滑的速步调，这样我们才会同步。我们培养了将近17年的默契，今天要在这边发挥淋漓尽致，好吗？出去出来了，漂亮吗？张小姐漂亮吗？张小姐是漂亮的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了哦。嘉玲，你这边水好干净哦，就跟你的心一样干净。你来抽笑、哦。会晕船吗，小姐？不会。多一点点。看远方就不会了。真的哎。走喽。哦，有够凉哦，有哦凉哦。我烧晕，你有点想吐、喔，我也会有点晕转，大家等一下习惯就好。看远方。对啊，我们今天是旅行团的概念吗？我待会要拿奖金给你们看的，各位，你们不知道我今天穿什么东西在里面，各位。穿什么？唱歌。好，你可以唱歌。这边真的很漂亮哎、欸。我们今天没有白早起了，值回票价。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晕，现在我感觉头有点乱。我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来。真的哦，你真的是很贴心的女孩。你看我是在太阳的线上，我觉得这一趟滑下来，你可以减肥4公斤，没问题。其实我可以吃几，你知道吗？应该说这个不都不苦，是很咸，因为海鲜很咸。好啊。耶、yeah. ！感觉哦，凉，哦、oh, ，很凉很凉。喝一点水吗？这太多水了，我这好咸哦，比你的尿还咸。对啊，开玩笑，走喽。你们会热吗？不会。不会。我不会，不会热，还好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、哦，如果有一天我跟你漂流在一个海上，然后沉，我会救自己。我还没讲完。如果说我们两个有一天在茫茫大海中，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艘船上，如果刚好剩一杯水，你会给谁喝？一起喝吗？
为什么要攻击我？小团遭被泼死，千万不要惹到教练。我现在在教练旁边，又不会游泳。好，没事的。直接这样子滑下去。对，滑下去，对，把它闭起来。闭起来，注意注意，赶快快速滑下去，快去快点，我嘛滑死。你刚下去姿势好优美哦，天哪！要不要下水试试看？好。往后躺，往后躺。水的人，麻烦你看着我。啊！小林跑去哪？哎呢？哎。哈哈哈！你怎么滚啊？你灌我这啊！来，给你给我你的手。来，让我头好酸哦。一个我们牵着，我们终于合体了。可是那个救生衣一直卡住我的该逼，好痛。教练为什么他脖子酸？你没有发现他整个人是僵直的？僵直了。我们要的是放松，好不好？放松。夹住我的脚，夹住我的脚，可以抓住我。你的脚啊，你美甲漂亮哦，谁帮你用的？我跟你说，我们有一个新招式，就是我抓住你的脚，然后你就往后撸。对对对，结束了。哇，我游泳怪哦。上床吗？对，上床，就说要上床了。好，男生不划船哦。好，压着了。好，靠刚刚教的，把船推出去，脚往后延伸。好，放轻松，不用逼，用救生衣的力量来，手推直。划船的时候往前拉。一、二，对。哦哦、oh, oh, good job 好，待会保持平安，对啊，成功了。好，来数到三哦，把你的那个船用力的往身上靠。好，好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上半身趴上去，很好。哎哎哎哎哎，好，这么好笑，不知道怎么回东西。哎哎哎，再次啊。哦，不错哎！哎，我们这样刚刚就学到一个新的自救方式。给我你的爱。嗯，我刚刚下水以后就不会头晕了。还不错，是啊。好，来，前面的人，船桨拉紧，船桨放着，准备站。好，一二三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起来了吗？起来了。站起来。哇！站起来。来。看摄影师，刚冲起来，这小问题没事的。本来要夸了，好险还没夸下去，不然冒死。如果不舒服的话，就可以像这位谢设计师，就是躺着就好了。大家睡眠要充足，然后如果有晕车、晕船的，一定要提前留意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换前座站哦。一二三，站，站稳，站稳。站起来之后记得看前面，就拍一个少年拍而已，很简单的，嗯。有很好很好很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只有你站起来，优秀。好，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回去了，真的蛮好玩的。那大家呢应该非常期待的是嘉宁穿上泳衣的样子。你泳衣一带就带三件。好了，今天有穿。是啊。我们刚才才脱了，卸下装备，脱干净。真的脱干净啊。因为先要把它像这样扛起来，然后拍照。那我先上喽。好，换你去。然后扛喽。好好，不好不好，你要不要站起来？看，可以吗？我确认。来上。小心哦。好，拍照喽，小心哦。谢谢。哦，这边的视野怎么样？视野不错吧？还不错，谢谢。哎哎
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回去。今天的感想怎么样？好玩吗？超赞的，人的状态好，玩什么棋都很好玩。人的状态好，玩什么棋都很好玩。对啊，我觉得教练也很用心，自救的方式啊，他都有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们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哦。记得开小铃铛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